说，这是发生在杭州的一个故事。苏州相公齐玄春仰慕西湖风光，来到杭州，在客厅二楼恰巧和杭州才女陶福奴相遇，两人一见钟情，谈情吹笛，互诉衷肠，吐露爱慕之情。Thank you.
姑娘
要生来姑苏去演出，又有到此，不是引出佳话，竟是有灵妙处，这是三生有灵也。来不及向胡奴说明情由，急匆匆赶回苏州。端阳之日，陶胡奴驾船游湖等候席贤春，不料被杭州知府苏染撞见。苏染见他貌美，顿起恶念，设毒计将胡奴抢进府中。Thank you.
我叫大人来了。啊，哦，哎呀，大人，哎，请请请。老姑娘哎，哦，这里面昨天晚上喝了一个通宵，老半天啊，出尽原来才过此，不过名字之语还认不得清啊。本大人带来公告一张。哎呀，大人啊，只见你大人何时逍遥？不错，本大人失言不耳，快去叫他出来，县太上不缺密码，请老爷听听。是。将这公告贴在院门口，这菜花园总是不许孩子出事。是。来了。
我管他就是不让你那个包公，我不能总算不理，也就知道我家包传遍地真有了。用
这样你我等婚，我命人去放了你母。我要你先放了弟弟，在你走恨之时就。哎呀，先把兰子本子当成名字，再放了他顺便出去，这顺到上司那里，岂不是对我的官职大大的不利？不如啊，我去手谕是帮你母就是啊，那就请大人不受罪。不如啊，你看我大人辈子都听你的话呀。
宝儿，我来生花旗。月马开门，月马开门。我这给他来黑碰啊，黑碰爷妈，前日侬买我一张五花图，还没有经我见了你，今朝我来收黄金来的啊。五花图，看见你啊？做啥？娃娃的人啊，都住在我这里，我还稀奇你这张娃。哦，爷妈，天人尽看长不齐呀，真要向侬道喜。哎呦呦呦呦！哦，这对面的孩子靠着我的人来道喜道喜，我还要道歉本意。哦，说啥？孩子啊！啊！我跟侬讲了，侬不要到外乡去，不讲了。哦，不讲，不讲。过来。啊。哦，月妈，财神菩萨进了侬的门。还有啥个倒贴本地呢？哎呀，侬不会交易出来替侬娃娃，伊也有事体做了，不会无私乱想。我特侬一家去买，一来嘛也可以进账钱，二来大人回来侬也可以交叉了，这个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？哎，是倒是，但是你愿不愿意进我娃呢？哦，月妈。侬交易出来，我替侬取取。好，要是失人了啊，你我就二八分成，怎么样？哦哦哦哦，请。好好好。老姑娘，家子可你来了。姑娘，我家里来看你来了。哎，少侠，月妈，你还待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去拿纸笔眼墨叫他娃娃吗？哎，对对对，我马上就去，马上就去啊！好姑娘，你好吗？我家里看不见你呀、啊，江大哥，好姑娘。Yeah.
姑娘，你母亲的死者，我与二妈妈已经安葬好了。就是那些相公嘛，最多的认不了门人。母亲，大姑娘，你一家之冤离我所知，今日我得来回望于你，你何不趁苏州官官不在衙内？说下事情一封，我家里替你送往苏州，叫那些相公来搭救于你的下子哦。我总要想一个对策才行啊。百姓都知道那各国的所作所为，极其公愤，你也恐怕该无用天天了啊。姑娘，我明日一早来去往。
Thank you.
明日一早来取王。
人采花园，要将点兵器我啊、oh。
官啊，你可能要与我去查啊。马新文哦，葫芦子与好多花树，黑皮毛，西瓜土啊，西瓜土。马新文哦，啊，我马十分，打到乡下去。哦，客官，侬马十分打到乡下去。好，马十分送侬两份。啊，客官，那客官嘛，你到乡下去要与我去走下去。你们都是小孩子啊？哎，好，小孩子不收你们银子，一人送一份啊。哎，小孩子啊，回来要与我闯你。啊。啊。马新文哦。这一月来啊，家喻户晓，连小孩子都唱熟了。哎，你听啊，神色身在不最多，不多不进数字符，神色身在不最多，不多不进数字符，气死我一点。哎，是啊，提起那狗官所在，哪一个不气哟、哦、我还有我当当当、啊、哎，客官，哎，此事一流人民计，乃民要去动公文。我不是来过，以后你记。为父子。给官龙带将不成王，今日你我当一个不平，各官
你马吧，我马看清楚。请问我一看回，我这里一地你夫。哎，客官，客官，哎，世上有这样好的人啊？嘿嘿，他见我一定认字，对，让我偷偷的接大姑娘送去，免得他受宝儿的欺凌。哎，这一本我还是买了再回去吧，买新闻哦。哦，我买的是葫芦草。葫芦草，你买一本吧。葫芦草，葫芦姑娘，你真啊，仙本君你来了。嘿嘿，仙医生只要来了。三十到七月七他就来了，哎，客官你马吧，不马那些外景我啊。哎，客官，哎呀，世上的人啊，好啊不一般，好吧，你不付钱也罢了，只要你能与我说两三句，也就是了。
去关着一二，到底遭遇不遭？人家姿态和外无事，有人轻易不动，是朕此在万贯地啊。您同堂弟徐延琛不负人事了吗？单广生竟不在公堂之上冒称本府的功臣，正是一朝生永贵，不与亲王饮。你的眼睛真引此王，公堂内发毒之地，岂用力挽处置他？这位不弃安身不死，你岂是这样老夫如烟熏又不打人？想不到岂无此样，竟落得公堂为师了。自转啊自转，为官英姿虽三招，王平英算招不好，将将兵力是三招，一路杀戮非常不分什么冤情，无
何人让复写原始实情进入官邸之家？你怎么知道？杭州人内只有一人不知。谁呀？李涛涛。这是你亲眼所见。小人三落实名。动！但下一表明，尽管要到广义，我必到另一关。马黑，五路人家早日退黑，有我在场。五路人在济源水库，也与我在场。五路人上书写着文，也是有我在场。我的眼睛是好，大人，难道你的耳朵也聋了？